哇，第一，因为他作为这个非主力，作为小将去拼老大哥，心态上他会很占优势。反出台一个侧切，哎，使了一个龙侧切，这样是。质量还是很高，连续的防守转进攻，再往前扑，好球，防回头了，再回摆，马龙抢进攻，哇塞，周启豪太爆了，漂亮，哇塞，中路短的侧切抢攻，哇，差点这个回头就防上了，哇，接发球直接一板拧冲，周启豪在决胜局最后是连得五分，逆转了比赛，从而以4-3淘汰了大门。漂亮，好球，这球偷得不错，哇，防回来了，形成对拉，漂亮，再来，哇，漂亮，好球，控制台内球拉起来，反手连续发力，好球，好球，再来，又是中远台的相持，好球，好球，来关注着这场球，嗯，还是连续反手的变直线，也是樊振东的一个拿分的杀手锏。比分现在反超，削一板之后，樊振东连续进攻，再打高球，周启豪再放，哇，这球还上了，再来，第六板，哇，周启豪这手感也太好了，防到正手，两个人形成对拉，哇，第四局也是整场比赛的关键局，好球，简历的防守，哎呦，擦网，是他在前几天比赛当中，尤其是通过半决赛，又是一个侧切，今天又是正手形成对拉，哇，削一板，太精彩了，很有灵感的发挥，你再来看一下这球，因为他出，漂亮漂亮啊，周启豪好了，中路短的快劈底线，哇，周启豪这就没想着衔接下一板啊，拉完之后直接快倒地了，搏下了，漂亮，反出台又是侧切，哇，太漂亮了，手握两个发球，漂亮，发到正手短，9-10，中间短的直接抢上手，哇，周启豪赢了，这样周启豪4-2战胜了樊振东，也成为本次比赛当中最大的黑马，而且是一黑到底，拿到了直通名额，无论是跑动能力还是爆发能力都很强。
但是在比赛当中呢，他是属于闭关，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男单冠军，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。好了，本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，稍后请您收看《体育世界》，再见。